是充满激情的你啊，伟大的冒险家，冒险万岁，冒险工会万岁。把钱送给无能的人，有人认为那是慈善。下次来的时候不要净带些不好卖的东西来，不要以慈善的名义把钱扔掉。有时我会进行一些关于魔物的研究，关于文章的事情都可以来问我。
有时我会进行一些关于魔物的研究，关于文章的事情都可以来问我。欢迎光临，东西存放在这里非常安全，欢迎光临。放在这里之后就忘了拿了。你好像很久没来光顾了，你好像很久没来光顾了。看到闪光的武器和防具，我就打心底里高兴。又见面了，人类。黑暗马上就要来了，你是来见蜜的吗？我正在想刚刚读过的爱情小说。我会时不时的想起往事。愿你所到之处都有女神的祝福。你是我们所有人的希望。天气要是能在天上飞，那该有多好啊！嘿，是充满激情的你啊，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让我们一起去屠龙。不要丧失勇气，我将灵魂附体。不要丧失勇气，我将灵魂附体。又见面了，人类。人类这个种族真是让我无法理解。欢迎光临，我叫戴卡德，绰号小黄。不要丧失勇气，
我将灵魂附体。我等你好久了，你却四年来一回。伟大的冒险家，冒险万岁！冒险工会万岁！不要给怪物任何的机会。伟大的冒险家，冒险万岁！冒险工会万岁！不要给怪物任何的机会。我等你好久了，你却四年来一回。伟大的冒险家，冒险万岁！冒险工会万岁。你看上去精神不错嘛，加在学者研修。我们能够选择的就只有这个方法了，创造出。终于快要结束了，女神的庇护，女神真的存在这世上。
是我的妹妹啊，我就知道你一个人也能做得很好。喜欢的东西了吗？你好，找到喜欢的东西了吗？谁？还真是我。
叫我伟大的冒险家戴维，你也可以这么叫我。真是太感谢你了。今天天气真好，找到你喜欢的东西了吗？天气真不错，不管在哪儿都找不到这么好的东西。耶，看来你还蛮有眼光的嘛。有空再来看看啊！我只制造最好的东西。
有空再来看看啊。Thank you.
你好像很久没来光顾了。别忘了告诉别人，这世上最好的。我等你好久了，你却四年来一回。伟大的冒险家，冒险万岁，冒险工会万岁！不要给过。又见面了，人类。人类这个种族真是让我无法理解。哦，对不起，我正在想刚刚读过的爱情小说。到底得在这种地方待多长时间？你好啊，在大陆恢复和平之前，不要放下你的武器。Thank you.
你好啊，武器要永远保持锋利。哦，对不起，我正在想刚刚读过的爱情小说。到底得在这种地方待多长时间呢？我们大家都对你希望，下次你能带来好消息。
你好，到底得在这种地方待多长时间呢？你好。将至，你最好有话快说。修理飞艇的部件到底该怎么办呢？是充满激情的你啊，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让我们一起去屠龙。有什么事吗？
这么好的东西很难再看到了。欢迎下次光临。哦，欢迎光临，我叫戴卡德，绰号小黄。有时我会进行一些关于魔物的研究。你找到了新的文章吗？你好，愿你所到之处都有女神的祝福。
Thank you.
我会时不时的想起往事。干嘛？再见面时，又变得更强了。我正在想刚刚读过的爱情小说，到底得在这种地方待多长时间呢？嘿，是充满激情的你啊，不要丧失勇气，我将灵魂附体。伟大的冒险家，冒险万岁，冒险工会万岁，不要给怪物任何的机会，不要丧失勇气，我将灵魂附体。修理飞艇的部件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喜欢的东西了吗？
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你是来见我爱有喵的吗？神圣天堂到底在搞什么？找不到修理飞艇的部件，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干嘛？再见。你好，找到喜欢的东西了吗？
你好。坚持，不放弃，才能看到最后的胜利。你好啊，在大陆恢复和平之前，不要放下你的武器。你好，你想买什么东西吗？是充满激情的你啊。想乘坐天空之翼阿尔巴特罗斯号吗？再见。Thank you.
看起来精神不错呀，孩子。你好。下次一定要再来哦。到底得在这种地方待多长时间呢？我会时不时的想起往事。黑暗将至，你最好有话快说。是充满激情的你啊。有时我会进行一些关于魔物的研究。再见。
好像很久没来光顾了。看到闪光的武器和防具。有时间闲逛的话，还不如过来帮我修理飞艇。有时间闲逛的话，还不如过来帮我修理飞艇。你想乘坐天空之翼阿尔巴特罗斯号吗？你想乘坐天空之翼阿尔巴特罗斯号吗？